住宅消防警报狂响，住户超崩溃，没事又乱叫，狂响42分钟，管理员还关不了。白天叫就算了，半夜还连响两次，12点一次，2点又一次。住户在群组抱怨，感觉脑神经受不了了，我好疲累，狼来了已经 N 次了，我要疯了，我儿子吓醒了。我多看了看，看不能说，有点像放羊的孩子，他只是会吓，是，哎呦，是谁又出丑了？啊，你又跑出来了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习惯。全家人都在睡觉啊，就莫名其妙灵异事件的警报器响了，每个月几乎都会响个两三次。触发警报理由还很奇葩，抽烟煮饭这种日常生活都不行，居然连洗澡沐浴乳太香都会叫，真的太扰民。高雄凯旋社宅频出包，住户怒控没人管，完全都是推给我们，就说啊，我们煮饭没有把窗户打开，所以警报器会响，都是我们住户的问题。真的是活生生半夜2点又响，这怎么睡觉？消防警铃的非常灵敏，所以在这段期间都在进行调整。社会住宅启用1年侦测烟雾，警报乱叫迟迟无法解决，也让住户心很累。记者高雄报道。